Hello， 老齐，那今天的话又到了我们两个月一次的来轮酒合作活动时间啦。那这一次是我们这个魔都精兵的奴隶，看起来这一次的话好像每一个都是妹子哦，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知道大家这一次会不会比较推荐抽呢？我觉得这一次角色的话，都还蛮可爱蛮正的哦，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妹子啊，每一个都是妹子。那这一次大奖是谁呢？大家也可以跟泽明分享一下啦。那现在我有195张这个卷子，应该还算是可以吧。哎呦，很酷哎，我的天哪、啊！第七组组长雨前金香感觉就很强很强的耶，不知道。我们先看一下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些角色好了哦。这只感觉也是不错，第六组组长。不过这个系列的作品我没有看过哎，这个是在演什么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跟人员分享一下啊。然后现在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啦，各位一定就是开始刷了，好不好？又到了刷 P 队时间啦，各位，我们这一次也要努力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刷到100 P 环节啦，好不好？然后因为我们上次的那个。上次那个活动是没有抽什么角色的啦哦，所以这一次的话，因为是妹子，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推荐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魔都精兵的这个系列的这个东西。然后看起来的话，目前来说每一次的合作活动大概就是刷角色把它满到100 P， 然后再就是抽角色的环节。拜托，给我多一点！完了，我这边明明就是一个满满的100 P 队，然后居然啥东西都拿不到啊，真的是很麻烦哎。我觉得如果没有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努力往下刷的话，真的就还算是蛮难的，没到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可以直接那个，可以直接把我们那个，把我们就是那个100 P 的这个角色带回家。就你可能还是要吃几个那个，要吃几个那个什么，吃几个那个青蛙哦。我好久没有升等了，各位。哇，又是给我们进化素材宝箱啊哦！每次都是进化素材宝箱啦哦，奇迹啊，奇迹奇迹，真的很难刷哎、欸。我觉得你只要有个一两天没有，就是把这些全部刷完，或是没有换，那你就很容易就会拿不到100，你就要用那个什么，你就要用那个用我们那个青蛙来去补足，不过青蛙补的话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对，青蛙补的话应该还可以。哎，不是啊，给个一只吧。我到现在都还没看到哎、欸，真的哎、欸，我是不是每一次就是在那个录影片的时候，都会直接就是败北啊？对啊，我录影片的时候好像都拿不到半只哎、欸，各位。我试一下刷的时候偶尔会拿个几只，但是每次刚开头的这个录影片的时候都拿不到，而且他感觉好像也不是那种就是你打最后一关卡你就更容易拿到他的这个概率，好像也没有。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什么，就是 P 队给的这个奖励，两个都很长，就是开到那个装备宝箱。哇，我的哭死了，我天，难捏啦！对啊，你看，永远的装备宝箱啊，各位。这没辙了，这没辙了，这真的是没了耶，各位，真的是没了。好，我们待会打完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一次有没有新的一个东西。看起来每一次好像基本上都是角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的角色，再加上我们这边的装备，然后还有这个 P 队的这个时间。然后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它还会再有这个大只的这个，再刷这个 P 队角色的大只形态，那个也是可以拿一些东西。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个拼图挑战，各位。给下吧！哎，有了，终于有一个，哎，才一只，刷五关才拿到一只，太惨了各位。然后里面的话，基本上目前来说，这个是社群的这个奖励哦。然后这边是魔都精兵装备，装备的话是这边也有他们的这个装备哦，大家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红宝石已经就拿去抽一堆那个鬼怪东西了。然后在工位这边的话，兑换区。兑换区这边会有那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合昌青羽哦，这个也是要换两只的，这没什么好说的，一定要换好换满这个。哎，我不够吗？哎，好像不够哎，花了花，真的哎，我靠，居然不够啊，各位，亏我之前打那么认真，这个月的我们还有这两个都还没换哎，完了。那个紫星的那个真的确实是顶没有那么简单的。然后这个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就是把该换的东西都已经换了一遍了，这样子哦。哇，这个
那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那个工会副本这边这个还没领。没错，我们这边这个也要领一下，各位。就平常工会打一打的话，这个东西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拿到一些就是好处的。然后刚刚的话，基本上我们一开始有先点进去，就是那个工会的这边的这个东西嘛。这个你也是要挑战完100次这个工会的副本哦，所以这边就是努力狂扁猛点就对了。那这个的话，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就是去研究这个队伍，所以我都是进来沾一下沾一下这样的感觉，沾一下沾一下这样子，没有问题。看，反正不知道这个打分就打多一点，是不是可以拿到更多的那个人？是可以拿到更多的那个，拿到更多的奖励吗？好像是这样子。对，没关系，我们就先点一下，因为这边打完之后的话，应该就满100次了，就可以再去领那个3000的那个狮头。这一次的这个角色应该就可以拿完了，各位。所以我永远的那个什么呀，我这边的那个宝石真的是很难累积耶。不过后来观众有跟我讲说，就是我这边的那个都还没有领，但是他好像每一次都有这个任务的哦，就是。这个环节，这个每天都打几次，然后工会对战也是，然后这个就可以领了，看这样就可以领3000，然后再来就参加这个东西，然后5天，这样总共的话就可以领到超多了，因为这边的话都最高是可以有这个25000这样子哦。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兑换中心，可以吗？有，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啊！个十百千万十万40000，个十百千万。40万真的是很难累积，不过今天才10月1号啦，所以应该还算是可以。然后还有这个工会战也要参加这样的环节了哦。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好，来看一下 PVP 有没有人已经抽到了。哦，看起来是还没有哦。有没有已经抽到让他们登场了？我看一下。现在目前看起来，对，还是没有。这边的话呢？我们只要就是打前面这些都应该还算是可以打啦，我们就不要打到就是那个很多那种就是超高星的就可以了。哇，好像都还没有人抽欸，因为今天才10月1号，真的啊，我有了，来看一下，好快哦，这个人怎么那么快就让他登场了，太神啦各位，呼呼，来啦各位，呦呼呼，可以，有这边直接刷，反正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因为这又是一个新的一周了哦，所以这边要狂打猛打。结果上一次说我们要看能不能就是爬到很后面，一直哇，这周也是到后面又变得就是比较没时间了，真的要早一天，我们真的就是要早一周，然后努力的爬一下。先等我那个谁吧，先等我的那个，等我那个鲁迪。练到240等，然后进化上去再说。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自己要爬到这个黄金以上的话，应该还算是可以。我靠！我靠！我靠！干嘛？开个无敌一下。这边这个组合有点恐怖。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开一下，然后让我们这个阵型往前带啊，不然很恐怖呢。加油，我们地面部队一定可以的！我不信。虽然他有很多只九星的，但没有关系，我也有。好啦，我们这边压过去了，看起来是这样，可以哦。Nice， 有喽，感觉还行啊，各位。没问题，打掉啊，继续吃。其实那个好像也没有到，就是很困难打了哦。就那个什么，就是我们那额外的那个技能的那些东西啊，就是好好的给他弄一下，好像都还行。走起，就是技能失败，因为大木如果没有放那些技能的话，我们应该就会直接被那个压，然后被冲塔了的。来喽，呼呼，没问题。可以看吗？我们这边只要顺利，就完全没问题了，各位。好，那我们今天主要来说，就是跟大家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因为全新的这个合作活动来了啊。那这一次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几只这个妹子角色，因为全都是妹子，所以我有一点点小心动。我不知道大家推不推荐抽这一波。如果推荐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再来抽一下。不过我们现在基本上要练的东西真的很多啊，因为我们现在又有一个部长了。这个部长基本上他应该是跟那个阿努比斯那边是位置。哎，对啊，想问大家，就是
部长跟阿努比斯的话，你们觉得我应该优先要先练谁啊？对吧、啊？如果这里因为这两只感觉是比较重点培育的，就是我们九星的这边的东西应该都是要给他们的，不知道要用练谁、欸，大家也可以跟着分享一下。然后这边跟泽明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全新的这个妹子魔都精兵，我们要不要抽？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了，哇！